汪小菲同大 S 结婚八年，时不时都有传出婚变嘅消息。就算佢哋上真人 show 晒恩爱，婚变嘅消息都系有真无假嘛。最近就有传，因为汪小菲生意经营上出现问题，两公婆就成日因为钱银嘅问题而嗌交，大 S 更因此想离婚添。就喺呢个消息出嚟之后，网上面就流传一段大 S 同汪小菲喺屋企度包饺子嘅片，尽显家庭温暖，誓要击破谣言啦。而汪小菲亦都转载呢段片，顺手就喺社交平台度反击，话台湾嘅某周刊成日都写佢哋离婚，旧年写完一次，今年又炒冷饭，仲澄清自己酒店嘅生意好咗，叫大家唔使担心添。其实结婚咁多年，就算两公婆嗌下交都好平常啫。